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在香油的那个青年哈，上次有说我们来吃隔壁这羊蹄肠，有朋友说的五味肠更好吃，我没来试过，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。点了啥子？点了一个，点了两碗烧肥肠，点了一个粉蒸肥肠，点了一个烧白，点了一个鸭血，点了个鱼儿，一个粉蒸肉，然后还有一个圆子，还有一个标配的醋汤，现成的醋汤。从成品来看的话，这个烧白很新鲜哈，非常的价格也还可以。但是要他这家呢是，哦，这个是店的萝卜，又这边又是黄豆，好像你说这个东西还有点变化，看、啊。这个多了碗饭呢，你呢拿来？整菜整，我先上个那个粉蒸的。微信收款84元，粉蒸19块，粉蒸肉19块，哎，我们还有个烧白18块，要用烧白如何？涨了2块，哎，好，上次涨了2块，没事，还是，我是刚涨了6块的嘛，啊，我这边烧白，烧白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一个烧白一个鸭血，这个晓得在哪里？在鱼儿的地方。嗯，烧饼安逸，这个不安，烧饼安逸，啊？从它表面看的话，主要是鲜肥肠做的，它表面不起那种正宗，很光滑。相对隔壁子味道清淡一些，但是说这样子肥肠味道更浓。来肥肠吃噻！所以我才上天蒸肉，蒸肉的颜色看了巴适啊。这是用那个玉米蒸的，玉米粉子。嗯，还想加点蒜水。嗯，巴适。等会儿以后我们去老幺的，就是加工作坊里头哈，加铁片子的同时，还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因为18号开始我们的年货就开始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到今年快递结束，我要过去就是炒几百斤粉蒸肉米粉，就是蒸这个粉蒸肉啊，粉蒸肥肠的，来送给大家，顺便以后还要教大家咋个来做，既然要送，那就说要全套动作要出够。不但要送给你，还要教你咋做噻，巴适的板哈。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